今天是周末，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周末快乐。然后今天的北京外面又是一个艳阳高照、阳光明媚的一个好天气。然后这个昨天呢，一股强冷空气呢扫走了这个连续的多日的阴霾，然后现在户外感觉非常的舒适，然后也是春风拂面，非常的温暖